兄长此番离去，何故如此慌速？此脱身之计也。今日曹操已有杀我之心，我借天雷掩饰过去，但终非长久之计。吾乃笼中鸟，网中鱼，此一行如鱼入大海，鸟上清霄，再不受龙王之羁绊也。只是，唉，河北战事，不归兄他。主公，云有不情之请。子龙但讲无妨。公孙将军旧日与我有赏识提携之恩，阿贵想来也困在异境，不准我不管。云欲往河北一行，望主公应允。善。伯归与我师出同门，助我颇多，若非此身不得自由，我亦当亲自去救。子龙愿行再好不过。谢主公，事不宜迟，云便告辞了。子龙，凡事小心，援军势大，切莫正面相抗，事若实不可为，莫要勉强。你回来时，我等已经不在许都了。我与二弟三弟率军阻截袁术，应去徐州屯驻。届时子龙可去下邳寻我。主公嘱咐，云谨记在心。
定为时未晚，我且先回上寻找公孙将军。门走不得了，但城内有海沙之石，想必另有他路通往城中。
非是援军地道，想来应通往城中，我会就此杀进去。想来是一经成奸，援军久攻不破，才欲绝地而入。看来城内尚未被援军攻占，还有望救下阿贵和公孙将军。上面，我捉公孙瓒与其亲眷，如风有后赏。快上，快上！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赵将军。公孙将军何在？主公与家眷就在里头，但不许我等上去，不知情况究竟如何。你等起在自守卫，我去见将军。舍我而去，今日见我落魄，你来折辱我，是也不是？是也不是？将军，我并非休得狡辩。既然来了，就与我等一同死在此处吧。人，以为我可欺？我这一说吧，罪被发配胶州蛮荒之地，我不惜违背律法，乔装为族，护其左右。
父亲。后来武馆屡屡作乱，我凭着一枪一马自己杀出威名，偌大塞北，我在一日胡人便胆寒一日，刘瑜不过是个腐儒，兼制我等浴血之难，我杀他难道做错了？我杀他，敌人群起，此女与我离心，爱将弃我而去，同门亦舍我旧义，民众背我恩义。将军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，我纵然不能击退袁绍，也可助将军杀出重围，留得身在，终有再起之时。你带阿贵走。将军，我带你和阿贵一起走，何必轻易言弃？你欲使我苟安图存乎？我公孙瓒征战一生，岂是惧死之人？看那儿，妻妾已为我亲手所杀，有何面目再求苟活？父亲，女儿不孝，你杀了娘亲，我绝不原谅。但是，阿许在外生死未知，我只有父亲一个亲人。父亲，我要舍女儿而去。贵，我女儿聪颖坚韧，还有胜过天下不少男儿。父亲咎由自取，你莫要太过记恨。乱世已至，诸侯王公也未必能够保全。子龙品格超群，性情稳重，武艺非凡。你跟在他身边，未必差于公侯之家。赵子龙，我知你二人情谊深厚，故将我女儿托付于你，休要辜负了她。否则九泉之下，也定与你无止无休。
Thank you.
你且稍作休息，我与你一同去下邳。今日幽州公孙便亡了，已经成崩于烈火，幽州子民流离失所。我生于此地，此地，而今幽州遭难，我亲眼见百姓惨遭屠戮，营中弟兄们血流成河，亲眼见父兄奸夫火海，我有何脸面独自苟活？阿贵，此非你之过错。当与义京城同回，与父亲同去。阿贵，阿贵切莫如此消沉。义京城破非你之过错，幽州局势未定，少将军踪迹不见。纵然幽州公孙家基业已亡，少将军或仍在人世。你尚有前路要走，怎能止步于此？是，阿旭还生死不知，幽州百姓还陷于苦难泥潭，袁尚杀父之仇，我尚未报之，我不可于此停下。阿贵，你不必以礼弹指。我会与你一同。
阿贵，前方就是徐州地界了，暂且在此歇息一晚，不日便可到下邳了。子龙，阿贵有话但说无妨，可有要我做的？不，我无事。子龙，走吧。老人家，我这位友人从幽州而来，跋涉路远，有些疲惫，天色将暮，不知可否借宿一晚？这女娃怎么这般憔悴啊，老夫看着便心疼。两位若不嫌寒舍简陋，快快请进，我叫儿媳妇给她烧点热水，先洗把脸。多谢老人家。阿贵，你先好生安歇，我去猎些野味回来。老人家，我那位朋友可休息好了？将军，那女娃她……哎，女娃方才独自离去了，且不许老夫叫将军回来。老夫本欲劝留，奈何女娃去意决绝，实在拗他不过。神色悲戚，恐怕心中有苦难言呐。女娃临行前给将军留了封书信，嘱托老夫亲手交与将军，请将军收下。
像女娃这般的好人可不多见呢。将军啊，你可真要好好珍惜她才是。老人家说的是。却不知，不过我在此多日，三将军明先生已在多方打探，或有消息。子龙兄何不前去一问？他二人现在何处？他二人暂住南方一处古城，子龙兄，且随我来。